我们看第一题啊，他说有一个人重量是600牛顿啊，他站在磅秤上啊，他手里面呢拿了一个重量100牛顿的物体，不过他有给他往上加速了，他力量的话呢，称他的力量是200牛顿，所以他会有加速度。好，那现在问说哈，问说这个磅秤的指数多少？好，那我现在把对象定在哪里？我把对象盯在这个人上面，这个人现在受了几个力呢？受的正向力、支撑力啊，那个这个支撑力实际上就是四重 N 啊，我要算 N 哈，啊减掉那个地心引力是600啊，啊还有没有？还有小球给他的重力往下，因为他给球的重力是往上200，所以球给他的重力是200是往下，所以减掉200，啊，再等于零，啊，一个人是静止的，所以 N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800牛顿。